团回来那么久了，终于有机会请你们吃饭了。今天晚上叫罢了，你们爱吃什么就叫什么 ，OK？ 我是刚刚从纽约回来啦，然后就对什么 Asian food 有点 allergy， 我还是 prefer 吃一些 Western food 啦。嗯，是卡奇，几个人讲嘛该哦。哎，安哥吃什么都可以的。哎呀，阿妈讲崩啦。本卡巴，阿妈哈咪哈咪，斯贝克弟弟，阿妈别笑，别笑啊！让我来介绍你们我们最新的 menu。I don't know what to eat platter. 有鸡、羊鱼、墨鱼、牛肉、香肠，什么肉都有，而且有不同的配菜选择，再送你汤和意大利面，六人份再送你一个披萨。And for you, New York girl, chicken parmigiana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有浓浓的 cheese tomato 在炸过的酥脆鸡排上，爱加崩，用沙拉越出产的米做一道让你回味无穷的西班牙海鲜炒饭。GreenHouse 推出了全新的 V menu， 有各式各样的 platters， 不管你带公公婆婆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姨妈姑姐，我们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。